大家好，今天是腊月二十九了。我和老杜啊，上博罗镇的那个中和贸易市场买点海产品。来到海南了，过年海鲜是第一位的，是吧？必须得吃的。但是今天有点起来晚了，他这个市场啊，六点钟就开门，现在已经快几点了？九点半了。现在已经九点半了。够呛了，要是买不上，咱们就明天再来一趟。有点晚了，没起来。这个佛罗镇呢，你看是一个小镇，人口密度很大呀，人特别的多。哎呦，这咋这么远？你这人多到吓人呢。这块应该改成县城了，我看。好热闹。哎，他们这儿就吃这种肉，这就叫那个腊肉，就帅的。这百香果多钱一斤呢？8块。8块呀、啊，还可以。看他那百香果还，哎，这就是咱吃那鱼，他都给你卤好了。哎，买点这个行，买吧。这个这活的多钱一斤呢？85。嗯，羊肉多少钱？80。牛肉呢？100。这个虾多少钱一斤呢？这个多少钱一斤呢？80。上面也是30。你说是45啊？都是马鲛。这啥呀？罗非鱼啊？对。你说搁大家做行吗？不行。行。清蒸的，真的就是这个好好吃。做红烧行吗？烧清蒸，哎，要对吧？浇汁儿，钱也可以。多少钱一斤呢？7块。这个本地的，好好吃的。罗非是吧？哎，口福烧鱼，我们海南叫福烧鱼，上烧的烧。这30啊？哎，30。来吧，买这个，拿个袋儿。这都是冻的。一共95，给吧。这小镇子这人呐，哎呦妈，吓人都太多了。往回走了，老伴儿开车了。这还警察维持秩序，不然的话，还得警察维持秩序，不然都堵车呀。说明这地方商业的网点还是有点少。都聚集在一个地方了，是吧？你整的分散点，它不就不挤？商厦以后，嗯，更不行了，因为啥？它门面一效益不行啊，就这几天。嗯。哎呀，你都压线了，跟那车多悬呢，太近了。我开车我还不知道吗？请你闭嘴，少给我嘚过啊。不怕你出事儿吗？出啥事儿啊？你开这车还是开的少，咱也是没经验。少，我开车比你跟车龄差多了。行了，那我就不管了，你好好开吧。你自己坐好你的车，开好你的录像，
啥都行，我开车的事你别不用你操心，不用你管。驴脾气又上来了。不是驴脾气，你这开车以后他一直叨叨咕咕叨叨咕咕，嘴那么碎干啥呀？好赖不知，我看你是。好操心啊。啥都瞎管一管。这就是你的特点。我开这么多年车了，我还不知道咋开吗？我是老司机了。都买什么东西啦？过年你们俩出去大采购。海鲜，他也没啥海鲜呢。这是啥呀？买的鱼。不是要吃胶汁鱼吗？啊，哎呀，这叫罗非鱼。啊，是淡水鱼。但是我就只能看着它像能胶汁的。嗯。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它这还是没有咱东北的鲤鱼肉多，是不是？你不用拿出来。有点小。可以。拿出来整一手吗？我是看看那，让你看看行不行？嗯。买的大虾。嗯，多少钱一斤？这个30，冻虾。昨天问还28呢。嗯呐。现在买贵了。买了两条。这个。别拿了，看看。这两条这个。这什么鱼这是？哎，你爸愿意吃这个黄花鱼。嗯。你说他也没有啥，我想买点海螺了，就是、昨天在外面不是还看到小鲍鱼什么的了吗？啊，今天就没看着呢，嗯、去的有点晚了。嗯、买给你买了点儿、这个，这什么梨吗？不是，那个百香果。哦。买的猪肉、五花肉，还有买的五花肉和猪肉。我的天，买了点豆角。喂、嗯。还有海兔呢？啊？海兔。海兔？啊。海兔是啥玩意儿呢？啊，墨斗鱼。买的这个，没买墨斗鱼啊？买了。谁买的？我买的。墨斗鱼是啥玩意儿啊？你说的是那个，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做啥吗？行、啊，买花生米了。花生米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买这个了，你没在这里，腊肉。我看这腊肉炒菜蛮好吃，我还买芹菜了，完买的这个腊肉，嗯、啊，这好吃，好肥呀、啊，看着，对，好吃，可好吃了，这腊肉炒芹菜可好吃了，这是熟花生米，还买了两袋酸菜，黄瓜，对，黄瓜买了两，又买姜了，啊，姜有点不够，我又买了点，嗯，然后买了点芹菜。买了点韭菜，行，就这样吧。嗯，嗯，反正就是没买着那个海鲜，他这地方海鲜不多，真没有东方多。嗯、东方那个海鲜市场的早市上，嗯，哎呀，啥都有。嗯，但是就是专门是一个海鲜市场。对，那样的就海鲜就比较多。哦、就没有。嗯。就没有那海鲜市场。行吧。我把这有些菜能放到冰箱就放，尽量明天就，还买了点小白豆，想用丸子关着吃，还给你买大葱了，你不要做成宫保鸡丁了。嗯。行吧，这就是。我还寻思今天买好了，明天就不上街了。那明天也不用去了，该买的不都买了吗？没有啥吃的，感谢。我还没叫我。